黄子佼与孟耿如爱情长跑多年，2020年完全登记结婚，目前正准备迎接女儿的诞生。黄子佼11日就大方在网上分享自己陪老婆去做产检的对话，同时也公开女儿的超音波片，引来许多网友围观。黄子佼发出女儿的 4D 超音波影片，并透露孟耿如看到女儿撅嘴喝羊水的样子，忍不住吐槽都指向你啦，觉得女儿长得跟爸爸很像。黄子佼则觉得女儿的嘴唇和孟耿如相像，接着转念一想，幽默笑说，我们有夫妻脸，像我不就是像你吗？从超音波影片中可以看到，女儿有着一双大眼睛，可爱长相也引网友纷纷称赞，就连林宥嘉老婆丁文琪看了也忍不住惊呼眼睛好大，感觉未来就是个大眼美女。